道你们当初有没有。我连我迄时拢我点点的啊，不是点点，点点就会。你讲，你讲，大家呐，互相迄个温习是温习得好啦。啊，为什么叫阮做公共的解决呢？哦，大家是讲话，大家讲来。但是嘛是无虾米歹习惯的，阿公也真可以啊，真单纯的人啦，所以无啥通管啦。哦，啊，我认认真真顾这个家庭安尼，哦，啊，佫栽培一寡囡仔安尼，啊，伊伫趁钱，啊，伊也无歹习惯，安尼就无啥紧。当市长以来啊，特别重视我们长者的福利啊，哈。那我们不断的去中央争取经费来建设彰化，然后把经费节省啊来做敬老的一些礼金或是敬老的一些设备啊，所以他们是工作不断的推展这个长照的活动。啊，长照就是让每个长者在社区里面可以共进午餐啊，所以咱不但无把这个6000块的敬老年金删掉，更重视老人的一些长者的一些福利啊，他们的一些健康啊，他们的运动啊等等啊，不断的希望我们长者啊，在他我想夕阳无限好哈，但是夕阳可以拉长。啊，现在可以拉长到很啊，所以我们也计划这些长者也能够从事一些社会公益的活动，长他人生的经验。我们不只是给他福利，更激发了他的人生的经历啊，再重新的也可以再做社会做更多的奉献。市长也要来为他们奉茶，自赠红包。来红梅吼，咱的中奖吼，市长来甲恁红梅，那么甲咱赠送红包。我们彰化市公所在10月20日，哎，阿公的红包爱收好哦，哎，要放满口袋，要放满。我们市长也要来奉茶，为我们百岁人类奉茶。谢谢，好，另外我们今天有3对。